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七，今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出发去我朋友家，然后准备一起做年夜饭过年。那我上车了，然后今天一早晨的感觉心情特别的好，可能就是因为过年的原因吧。然后我里面还穿了好看的小裙裙，不过现在应该是要过去炖猪蹄儿。我没有想到能轮到我做年夜饭。现在我做了仨菜，基本已经做完了，然后就等着所有的菜好，然后一起吃。都夹了，完了。Cheers， 不会用筷子。Cheers， 那你呢？鱼上身，多来点儿。对呀、啊，多来点儿嘛。年年有余。哎，都碎了。岁岁平安。我那边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那就没有条条。这说明你的愿望是可以自己许什么就是什么。The next day， Hello， 给大家拜年了。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一。然后准备去中国城转一转，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要回国了，然后想一起拍点照片。今天真的有点冷，但是天气特别好，蓝天白云的。我现在到中国城了，感觉中国城是最有过年氛围的一条街，然后有好多外国的摄影师，然后拿了长枪短炮拍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只带了一个傻瓜机。现在到湖边了，真的太冷了，但是可能跑起来就好一点，然后准备跑起来。你们也很冷吧？啊，冻死了。